延迟太久了。哎、欸，戳错人啦！不对，戳错狗啦！荒芜哨站。土匪队长日记，我现在陷入一坨屎蛋里。那蠢女人没办法守口如瓶，然后她的丈夫就知道我们的好事。为什么她就是没办法？为什么她就是不能闭嘴？她可是队长，她以为会发生什么事？全然谅解。那个混蛋准备要派他整座军营的兵力来攻击我们，却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我手下发现这件事的时候，肯定会杀了我。看来是偷情被发现了。天降箭雨，一股毁灭性的箭雨落在此处。看来托勒命士兵攻击了这群土匪。报告，托勒密军队的数量与行动有着显著的增加，他们似乎准备进行某种攻击，他们打算消定我们这里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又是现在？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土匪营，数个月来都没有跟士兵起冲突，这没有道理啊！我需要更多资讯，还需要继续监视。什么独角兽？第8888号吗？哦，原来下面还有啊！啊，好吧，往下走看看好了。什么？坡好难爬，什么冒牌？可是货真价实，好不好？不知道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坐骑之类的？靠北啊！怎么听起来是被拿去做实验了之类的，就像硬方通行的实验。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小玉版吗 ？Fuck you！ 靠北。新区域了吧？为什么还没有显现出来啊？看这里一片荒漠、欸，宏观沙漠。皮神没有怎么了，好不好？但我 T 恤就很多啊。
No, I can't. 又是这个黑科技。赛特阿纳特之母。移动，这可以移动。哇，这里不能爬。想看这后面是什么？啊，没有，被红沙覆盖住了。独角兽怎么了吗？不错啊。拖动石浆真是不容易啊。他可能意外的滚轮很好滑吧。我又对独角兽做了什么吗？那你好麻烦啊。看到我好像看到里面有东西。帮他除尘，我是清洁大师吗？
埃及到处都是黑科技啊。不应该直接趴下来，想办法上去。不知道地方可以爬上去。靠背。原来不用爬，No， I wear a T-shirt， No， I'm not buying。发错边。Ancient writing in the old kingdom。No, it's too cold. 这里真的有够大的。小，哎耶！为什么解不起来啊 ？No too cold, too cold。我也太多木乃伊了吧？然后我还走在他们上面，抱歉。伟大的将军阿姆涅赫，永生之王托特与我同在。我是在太阳船上的伟大神祇，我与努比亚人对抗，我从他们那里夺走了最为尊敬的王子，并将侏儒留下作为战利品。男人哀悼，女人痛哭，因我已离开了这里，并航向下个地方。启动。Retransmission, second five, requiring contemporary aid。我
才不要当浴巾变态。我的浴巾可不是像他这样都不会掉下来的。The color blue. We believe everyone sees it as we do. Ocean. International climb blue. What's to say yours and mine are of the same hue? Do you truly see it as I do? 我在。Frequencies so high, only a few can hear their cue. A heightened response.直接浮空怎样啊？动画游戏里面浴巾都不会掉下来啊！这也太多问号了吧？看起来超烦的、欸。这里有一个，我猜十环吧。他们逛一逛吧。铁壁浴巾。人人都是抗议者。雕像可以点头讲话，黑科技，到处都是黑科技呀、啊！反正大家都要变成大法师，先试着学习漂浮术，好吧？说是蓝蓝路，抱歉，我撞到驴子了。我撞到驴子了，抱歉。你说的是神猪吧？不是猪神吧？嗯，有没有小船给我划呢？哈哈，结束叔叔死亡。我不是故意的。给个小船好吗？嗯。什么？这里还有个问号？就是你啦。什么命案现场？
你这句话说的有点，怪怪啦。对赌是怎样？对赌是，我输了还要给你钱这样吗？他们在打什么？打鳄鱼吗？睡在外面，那换班咯。怎么觉得假是怎样？柯南的流亡之玩了两天，什么意思啊？柯南有那什么有什么游戏吗？我好像有看过，就是 PS 好像有游戏，但是阿拉阿拉，怎么这么喜欢阿拉？是那个柯南呢、啊？我的船，我的船呢？好多鳄鱼啊！救我！大哥啊，为什么要那么靠我啊？快！不要，我要逃走啦！剑走剑信打。什么 baby？ 我不跟他打，我又 baby 了。我就很有天赋，我好像不小心撞死了一只鹤，双鱼石环。我
问号什么？看这哪里像双鱼啊？请问这哪里像双鱼了？比较像蝌蚪吧，这个。Papa, why do people die? 因为被杀就会死啊。因为人被杀就会死。It is what the moon has ordained for us. Will we be together in the afterlife? Be brave and strong. Fight for justice. 渔民没有，好吧，上面反正没有人。This is all anyone can do. My heart will decide if we are worthy to walk together in the field of reeds. I'm sure you will, though. Your car is good.Pisces, the two fish, joined by the dragon. They are forever balanced between the afterlife and the underworld. 靠北，连在美国，哦，在美国，连小学生都会讲流利的英文，干！不要质疑单身的幻想能力。我大概剩一两个，没找到吧？我猜啦。426公尺。说得好，当月月是需要天赋的。哦，抱歉，撞到了。假车、假船货，真上船。还没到沟还是怎样？干！卡住了，妈的！哦 ，One Piece。啊，我的船呢？什么时候烧起来的？
怎么玩 PC 的？因为 PC 的便宜啊。因为 Steam 特价啊，所以我玩 PC 的啊。完美的你，所以你的形象是柴犬吗？不是哈士奇。找我的船啊，我就烧起来了，而且火也太痛了吧，妈的！No, I say, I jump up like One Piece.粉红色是怎样啊？我不知道反应要怎么讲。豹子巢穴。摔！干，又被发现，很厉害哦。到底是小火块还是其他东西？是我身上浴巾易燃吗？为什么呢？到底什么啦？怎么这么远啊？阿努比斯试炼，哦，是线上的那个是不是？船啊！放佛则死。我一捏你就死。好，我一捏你们就粉碎啊！干嘛突然站起来？放心。
们的尸体怎么叠在一起、啊。捏什么、啊、到底捏了什么 Flagship Yeah 埃及的海尸体快比恒河多了 No河马，好远哦！为什么已经坚守真心了，还这么远？有没有八卦是我船滑一滑它恢复了耶？你没有发现船渐渐恢复了吗 ？Recover。船这么有治愈能力啊！为什么烧起来？为什么烧起来了啦？为什么啦？请问是我手摩擦生火吗？喂！我操你妈喂！干！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会烧起来啊？中暑也会烧起来啊！妈的！他已经写 bullshit 然后变废话了。Why？又在尿，那你尿多多？不是啊，没有火为什么会烧起来啊？不懂啊，哪里来的火啊？干，好恶哦！我在他尿尿的水里面。
火啊，是在烧什么啦？滑下的地方到底哪里有火啊？别来射啦，低能儿。原来是魔诶，妈，海水会这么咸，一定都是因为这些人在海里面尿尿。太远了吧，1000多公尺，滑到什么时候？太远了，可是又没有地方给我，算了，滑吧。这是银魂的标题呀、啊！为什么鳄鱼会在这种地方啊？看不懂。好，阿光晚安。八爷一定是笨蛋。我终于到了。我妈走开啦。这些人都喜欢尿、啊，喜欢在海里尿尿、啊。好玩。这种在下面都捡不到啊。Will you play after finish this one? 我告诉你晚安。I don't know. 我也在想，我之后要玩什么。It's hard to choose. Oh, hard to choose.
玩手指是三小。No! Horrible!到底多喜欢我玩恐怖游戏啊！妈的，玩这么恐怖游戏，我不如去玩《邪灵入侵》DLC 就好了。他没有发现影子吗？影子已经出卖我啦！他有单方面碾压他们啊！嘿，我的！没有看到我之前被大象碾压吗？空原特效全关。有安全，各位别忘记为什么你在这里。我们有义务，并不只是保护希腊，也是保护埃及。当地的埃及人非常的单纯，如果放任他们，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文明。我们需要肩负教育与保护他们的责任，有时候这将会代表要无视他们的反抗，完成应做的事。这种情况之下，我期待你们每一位都能保持坚定，并且稳固地
我巩固地完成你的义务，只有如此才能更有安全。队长艾特斯。画三小哦，怎么又有人？怎么又不敢来？跑什么啊？不是很会跑屁。你以为你跑得掉吗？你以为你跑得掉吗？打咯，被你碾压，笑死了吧？怎么可能被你碾压？有谁会被你碾压？你早就把那游戏给删了吧。这里是哪里啊？我是真的很不喜欢逃啊，应该说只能逃的游戏，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No， 哎 ，I don't broke my hand， no。我很讨厌压力山大的游戏。我除了喜欢背面伤，我也喜欢正面刚啊。不是正面伤跟背面刚。讲反了。哎。Yeah。January 20。好认真哦，写东西。那把剑是 MOD 的剑啊，就是这台的管理员的意思。我的剑都给我真实认识的人啊，就是在原本就认识的。但也不是每个认识的人都有，就是。我的剑就是你的剑，感觉是一打十吧。
没按到。我妈又没有看台在那边。好悲哦！通常是手而已啦。这个角度刚刚好。到底为什么踩在箱子上面？惊悚悬疑。还有个指挥官在哪里啊？山洞里啊。我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宝藏在哪里啊？哎，完了。姐吗？原来是同一个人吗？靠腰啊！欸，为什么他们要下车？